花生，先跟我们拍一下全家福就可以使用了。好，花生是黄色的，花生要一起拍照还可以吃哦。对，没有拍照不能吃，这个是拍照吃的才会好吃的花生花薯，知不知道？爸爸好可爱，来拿一个。你要拿着，然后拍照。两只手。你没有拍照的话，它就不好吃哦，知不知道？来，阿姨拿给你这个，拿好不要掉了哦。你这个感觉就是会掉的节奏。黄宝清，黄宝清，两只手一起拿，两只手一起拿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，黄宝清，对，来我们拍照。好，拍照，黄宝清，看前面。